继520林心如霍建华公布恋情之后，二人狗粮一直喂不停。直到上个星期，林心如工作室再度发声，是的，姐和华哥要结婚了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证实二人的婚讯，引来网上沸腾一片。部分网友发出心疼胡歌的感慨，另一部分网友则纷纷赞叹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。二人在过去的点点甜蜜瞬间也被网友翻出。而最近由林心如、袁弘领衔主演的《秀丽江山之长歌行》也宣布定档7月21日。剧中，林心如搭档袁弘出演情侣档，两人缠绵悱恻的揪心虐恋，成就了一段东汉佳话。在之前曝光的海报中，林心如饰演殷丽华，巾帼女英雄形象深入人心，与袁弘饰演的刘秀，从外貌到气场都 CP 感十足，令人十分期待。此次与林心如搭档出演情侣档的袁弘，与胡歌两人从学生时代起就形影不离，曾在多部剧中有着精彩的合作，歌红二人还时不时的互动发糖。此次在《秀丽江山之长歌行》中，林心如与袁弘组秀丽 CP 再度截胡，粉丝纷纷留言，大写的心疼，胡歌的 CP 戏里戏外都被心如姐姐收割了。据悉，上海聚合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林心如影视文化工作室、林峰成全指导，林心如担任制片人，林心如、袁弘、李佳航、王源可、余波、关智斌、宗丰岩、王林、热依扎等领衔主演的《秀丽江山之长歌行》即将于7月21日全面上线。